菜，你可是不好好蒸蒸吗？下什么下？哎呀，我是炒的河虾。这么小一只，还不够踩牙缝呢。它也是老了，牙缝大。懒得理你。老子自己抓。怎么样？抓有没有事？牙胖了。你上去把钱出来，我来抓。哇，有河虾吃了。哥，我来做这生腌河虾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你有几只？哥，这虾估计都被你整吃挂了吧？还能吃吗？这也没东西装啊，凑合吧。哎，有笋可以，这么小，把你爸爸叫过来。好了。哇，弟弟，装点水。哥，那里那里，我嫂子那里有啦。哇，漂亮！做你的，爱怎么腌就怎么腌。那就生腌。叫我土瓜，你看我下次还给不给你抓？哎，我哥这娇气，得多洗几次，不然怕自己像虾一样挂。这个不能生腌，再洗一遍。这下好多了。加点白酒去腥，加入白糖搅拌一下，加入腌好的河虾，好了，腌制两小时。可以了，装盘。哥，吃生腌河虾喽！这就是你做的生腌河虾，还以为多厉害，这不生的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往往高端的食材都是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你试下。哥，怎样怎样？好像还行，挺鲜的。我就说嘛。果然不错。大妹，等着赚钱了，一定给你搞只大的，给你送一个。不要，大晚上我怕吃不习惯。